曾经拍过不少僵尸题材电影和剧集的艺人钱小浩，后生嗰阵绝对是不少人心目中的男神。不过岁月不饶人，人都难免会有变老的一日。现年已经61岁的钱小浩，近年因为患上高血压和胆固醇而暴瘦，令到不少网民都担心他的健康情况。近日有网民分享钱小浩唱 K 的影片，片入边虽然见到他唱得很陶醉，但身形就十分之瘦削，而且整个人望落似乎一脸疲态，再度掀起外界对他的身体近况关注。有网民见到他暴瘦脱相非常担心，亦都有人不禁感叹他当年的意气风发同而家比简直是判若两人。其实早两年钱小豪在受访中曾经透露，近年去上海工作时因为伙食问题而导致食欲大减，结果连胃口都变差了，成日一日只是吃一餐，最瘦那时体重只是得回65公斤，再加上年纪大饮食都比较清淡，所以这几年望落都显得比较清秀，希望一切安好。